大家好，我是 AB 哥裴勇。大家好，我是 Perry 宽。大家好，我是 Jordan 文少平。大家好，我是 Philip Yo。做我们这行的保养肯定很重要了，但是在日理万机的生活当中，你要怎么还可以 keep 着自己的，不管是外在也好，内在也好，当然是要去 What's up? Yes! 但这也是我真实的答案啊，确实你去到那里啊，不管是内内外外，从头到脚，任何一个保养品都可以让你找到，并且价钱是价廉物美，这个就是我身上带来最大的惊喜了。三样最重要了，跟你讲，第一个你们就可以看到，头发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初级头发歪一点点哦，我的心就不安了啊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你们每次都会看到的，早上看到我的话呢，胡须是 OK 的，但是晚上就飘伸出来了，所以胡须剃掉也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第三当然也是要美美啦，遮一下，遮一下，是这样啦。那平时呢，出门的时候很疲累，对不对？尤其像我这个大叔年纪的人，所以呢，记得一定要喝维生素 C， 还有早上醒来的时候吸多点空气。OK， 一些运动呢，你可以在家里做的就是 squat、push up、burpee。对，你可以 stay active， 不要增肥，也不要减瘦的运动。祝各位万圣十全十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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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靓年 ，Perry。